次在一个角色里头要待那么久，还蛮奇特的。那每一次他都会想要我去挑战我自己，我觉得挺难的，就我又有惧高症，然后我又对打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在行，有点找不到一个侠士他的眼神，还有他的动态，还有他走路的方法，就一直都在摸索。其实我是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都在唐朝这样走了一回了，所以我觉得拍导演的戏的时候就是不断去试一些好玩的东西，他会觉得你的情绪是最重要的，怎么样去把你自己情绪调动起来，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你会呈现出来给别人看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演员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一样。今回初めて方さんのこういう現場に来させてもらって、言葉を超える人間同士の何かっていうものはやっぱり映画っていう世界の中で生まれるも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しみじみ感じたんで、言葉がこうで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か動きがこうじゃ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なんか制限っていうものにあまりとらわれすぎずに、僕たちの中でのそのストーリーっていうものを、昨日的一番家，阿姆将军，奔驰的我越了骑，为我刺其手，无时知觉。了骑，是了骑。沙田间四子年幼，为国避乱。如今剑气已成，唯不能斩绝人命之情，绝曰越为决绝之意。